全听你说，岳阳初体验。哇，看不出下雨哦。对不对？刚刚真的没下雨。你看，而且嘞，看得出它看起来很像山里的。OK 啊。嗨，沙莉在这边。小朋友，凤姐走路有风。对，有风。有风啊！我们还看有风的样子。你们看到这一整面墙，我们马上就停留下来要拍摄，因为这就是人间。这就是香港的生活。我们现在在香港的这个九龙区啊，属于工业区上班族的地方。这一整面墙让他们自由的发挥，大部分都是租用房间、房子，还有工业区。比如说，它一间都是在7500到18000，好一点的高层装修的23800港币一个月。所以这个是不明文规定的规定，你要租东西，你要来香港讨生活，就在这里看墙，自己玩食玩食啊，系咪还敢讲噶？我们现在等什么呢？叮叮车，他们那个。文化保留，我们必须要把香港的特色把它拍摄出来。百年良药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到。小时候谁没吃过这个臭药丸？90年、99年的孩子都不知道。看到真的我一共得了几两车才拍到？才拍到这个边。你们看片头，要仔细看片头哦。我们用了2天半的时间拍。